你说你很遗憾，这一次的沟通有沟没有通，对不对？那对，我想问你，沟通是要如你意才叫沟通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，那有沟通没有如你意，就叫摆道吗？既然议员问，我可以还原整个没有，我过要问程的是啊，说，就是我要当问时的我们是对如说。何决定人选的方式是有共识，就是你提推荐名单，我来做最后的圈选决定，而最后我圈选的人选，你又反悔，哦，你当时有承诺又答应的事情，如果现在又反悔，那未来在合作上面，谁敢相信你？市长，首都市长不是药堂的孩子，不是药堂如吃果的议孩员子。要问，如我当然尊果重不议如员，你意，我来如实的回你答。就哭哭闹闹说人家摆道，我觉得这不好。